我从小是吃路边摊长大的。郭台铭逛宁夏夜市，吃起来很认真，一摊吃过一摊，媒体直接陪他现场吃播。数名经济牌打起来，过程不少民众喊动算、合照、签名，全都要。民众热情同框，但国民党内人士现在可不能站一起。中常委范成廉就已被党纪处分。啊，范成廉是客族中卫的世界总卫的总会长。他能够不参加吗？他必须要参加。我是去邀请被参加的，跟他也无关。对付自己的同志，与对付自己的敌人，还有凶残，我觉得，我不晓得国民党在怕什么。不舍常委被开闸，要国民党好好检讨。只是郭董内心似乎对国民党还是有爱。国民党也要检讨，我们国民党不能再输了。但我不是国民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国民党人，我不讲错话，跟国民党跟我无关。开始的和国民党倾心交谈，但现在似乎不止沦为平淡。同天侯友宜抛政策牛肉，但郭董说我的会更大碗。我想我们会有更好的建议。我讲过，我在几天前在别家呢，我说我马上提出65岁以上的更好的优惠政策，就他们就针对我的议题马上来，要做 frontier， 就是一个开创者。不要做一个追随者。勤跑基层拼联署，郭董对总统大位看来仍是望眼欲穿。TVBS 新闻郑国栋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